伟近期主演了电影《金手指》，并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活动。日前，他到访马来西亚，并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在他演艺生涯中，饰演反派角色次数不超过5次，因此对他来说，每次演坏人都很有新鲜感。此外，不少媒体都是梁朝伟的粉丝，期间询问他是否有退休的念头，梁朝伟坦言至今都还没有退休的想法，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多拍几部好的作品，也希望跟不同地方的电影人合作。梁朝伟也透露，在1980年代经常到访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因此这次来到马来西亚，感觉就像是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也见了很多朋友，很有亲切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媒体询问未来是否有机会跟太太刘嘉玲一起合作拍戏，梁朝伟则笑称两人太熟悉了，否认了这个可能性。